好了，现在这里呢，全都是泥巴，挖不开了，也很累啊。现在我去把这些石头切开看一下，行不行了？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今天捡的这些石头行不行了？这个来看一下，这个棉呢太多了，里面一些那些白色是棉来的，这些是没有用的，放花盆吧，是花盆的料子。这个表面那个水迹太多了，这个留着用来切的。这边，这个呢也是那白色点呢，棉太多了，没有棉的话这个料子很好的，只能是换花盆。这个料子有点皮色。不知道里面的颜色怎么样子的，这里崩了一点点，看起来有这个白色的，还有一点灰色的，也用来切一下。这个是最开始捡的那一块，看起来棉呢也是有一些白色点的，也是放花盆的。这个也有点红色的，棉呢杂质太多了，也不行的。这里呢玉化是很好的了，可是上面有这些棉也不行。这一个呢只有这里一点好的，这里是很好的，是鸡油黄，达到了冰种，可是那个棉呢太多了，只有一点点，也是不行的。这里也是不行。这一个啊，看上去这个皮比较完整，之前这里断了一块，一会从这里切一刀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还有这一个压轴的吧，就是认为压轴的，拿到最后来讲，整体来说玉化是非常的好的，这些有一些棉点，从这里切开之后呢，看看这边吧，这边可能是会相对好一些来的。棉点相对会比较少一些的，挑出来的这一些，不能切的话，只能留到以后放这个花盆或者是鱼缸里面做一个风景石也是可以的。这些要切的呢，把它切开来看一下，里面是可以的话就做加工，不可以的话今天捡的时候就不行了。现在全部都开出来了，来看一下，好像不太理想。这个扁扁的呢，开出来的话，里面是有一些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，可惜这个棉点呢太多了，玉化也不好的。如果好的话，看起来它是比较通透的，这个不行了。还有这个有颜色的，看起来呢，里面呢，玉化也不行的，其实是胶质地的，它比较细腻了，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，不要的。这个也不行，太差了，杂质啊。来看一下这个压轴的，认为最好的那一个吧。玉化来说是比较好了，很通透了，可惜里面的棉点太多了。这边也有啊，不行的了。这边呢，开出来，这边是比较干净的，这里有一些棉点。这边呢有小棉点也比较多的，这边呢看隐隐约约里面也是有的，开出来的话就是等于浪费了，这个也不要了。哎呀，所以呢，我直接从家里面拿了一个之前捡回来切好的料子放在那里的，这个是糖心料，非常的干净，很干净。今天就拿这个来做这个加工的视频了。
虽然今天捡了这些石头呢，它也不是非常的好，但是也让我们见识一下石头呢，它表面怎么好看，又切过才知道的，就像人的品格一样又去慢慢的了解的。好了，今天用这个来做这缸了，把这个给师傅去设计。看你现在真 low 吧，捡个石头发财的都是二胎。
两个，啊 ，yes。没有了，就两个，挖了半个小时，才把后面那个石头撬开，挖了这两个，这一个有点浅绿色的，这一个铁锈套，今天忘了带灯了，一会儿把它敲断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这个比较好的，把它敲断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啊，断了断了，里面比较透明哦，有点黄黄的，比较透，今天没带那个灯过来，但是有一点杂质，这个不行，不要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水晶啊，今天捡了一个小水晶哦，小小的，还有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绿色的蜡石吧，有点浅绿色的，可以做一个小把件都可以。今天就捡了个水晶和这一个蜡石了，今天也算是收获还是不错的，这一个浅绿色的可以钓一个把件也可以，还有这一个几克拉的宝石，这是水晶哦，水晶也是属于宝石之类的，把这个菱角切断一点点做一个剑面是非常好看的，今天收获还算是不错，可以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